2022秋季学期小朋友中外学生交流活动现场，我是主持人薛凯天，我是主持人田问心。那我们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活动吧。今天我们一共准备了四项活动，首先会邀请各位同学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接下来会有一个紧张刺激的听歌识曲小游戏，那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便两两一组开始创作秋叶画，最后我们还会举行明信片交换的活动。好，那我们就给大家15秒时间，快点认识一下吧。一会儿派一位代表来代表一下自己小组名称，大家开始吧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下面我们就开始听歌试听，3 2 1。哇！再说。